哎呀，这个阵容，这都没抓到人，惊了我都。这我排位要碰到这个阵容，我真的嘴裂开，做梦的消息。哦吼，插机子，还是个三连。哎呦，大副又要救，准备偷了，准备偷了！哎呀，我的个妈呀！还得出手。这人怎么对一个娃娃起的杀心？踩这个板子，我人就溜了呀。哎呦，这不然还真的打出去哦。如果能跳出去就能活，跳不出去的话应该就死，好吧，就死。他有这个狩猎本能，太快了。
做到大紧张。差点就真实了都。白蚁吗？哎，你以为我要开车不存在的？我不开。白给，没有等到打娃娃，打娃娃还可以偷，20秒瞬间带走。这魔人的出生点，我觉得他应该看见我。开始在那边送困兽之斗了。这你都能抠？哎呀，叫我来紧张还是？可以大幅白给了。
他不知道小木屋有啊，在修。我得把自己机子补了，虽然有铁屁股。地窖不在这儿，哎，哎，子，我没掉下去。我先走，回血。哎呀，这个手速是真的慢。那叫白给秀。
摸他头不行。地窖刷脸之术，用掉了吗？卖了。拆了佣兵了。
求不完呐。好像可以揍一下他，这黑妹有想法。老师真敢揍啊！这黑妹趁那个三张猴，真敢揍啊！我的妈耶，老师真的牛，他这后面有用了。急着被守了，
代表虚名。还想贪呢，这门不开了。救不了，告辞。真救啊！不想评他的书呗。这有没不是老头吗？还是老头。
哎呀，抡锤子的老头！三个人救吗？感到都过半了，这不永远被炸死。他不是见不着。修石像啊！你跑这来干嘛？再不收，哎，他不往石上挂。
哇，你还不救人？你等着我去捞是吗？把这佣兵留住，问题大得很，把你摸好就让你去救人，他在那边修机子，谁让你不修，跑过来修我的。兄弟，我刚碰机子，你想起来是怎么能放不出来的呢？
这还都蘑菇，嗯，随便转一下视角，我就看见了，都蘑菇。上一脚不要，居然不守第一脚倒是跑，亮都亮了，你丢也没用啊。
跳窗户啊！哎呦，我的个天！Why are you the boss?能起两台，又打团，那三年都没人修。
干嘛？那小时候。这把小鸡问题那么大，这小丑也在白给。
个星期往我尸体上去。干嘛？没机子，我只能补。你现在跑只会白给。还好我没走。真是刀。这怎么玩啊，开局溜了他的麦酒，抓个队友直接翻盘了，那是真牛逼。
这么好心的吗？那再见了呀。这血都不卡一下了吗，兄弟？这个延迟到好长啊，我以为打不着。
这样不让走地窖的，不给地窖分。